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5月25号。现在以下这段片呢，就是有什么抵买第二段的嘉兴超市。十字牌淡奶一罐8元。金宝忌廉鸡汤16元两罐。500ml 的法国芝庄沙律酱5元一樽。300克寿土排骨款蛋卷34.5元一盒。寿土牌榴莲凤凰卷29.9元一盒。卡夫奇妙酱35元一樽。韩国丁丁寿司饭5.5元一碗。新市牌罐装鸡尾花生10元一罐。帝王蛋卷凤凰卷42.5元一罐。500ml 维他各款樽装饮品13元三支。6包装维他盖斯普各种口味，每排25元。红福堂夏菇草鸡骨草10元三支。包装日清福治韩辣汤面辣鸡炒面10元一袋。4包装不倒翁金辣海鲜拉面32元一袋。4包装不倒翁部队锅拉面特价22元一袋。5包装四周各款汤面10元一包。4包装芝士面24元。包装辛辣面27元。750ml 零塔花雕酒12元。
安东米酒745ml 12元。韩国 BB 湿纸巾100张一包11元。640ml 的肇庆花雕酒23元。75ml 的肉冰烧3元一支。630ml 的当归北芪酒27元。630ml 的陈皮露酒21元。150只一次性手套8.5元一盒。寿土牌冬阴功拉面、酸辣拉面7元一包。寿土牌担担面拉面一包5.5元。寿土牌各款鲜意粉10元。550ml 的镇江香醋10元。盒装地芒粟米汤粟米粒一盒7.5元。细盒鹰粟粉6.5元。大盒鹰粟粉11元。白花菇65元一包。1公升清鸡汤14.5元。1公升寿土牌橄榄油38.5元。迷你系列6罐装胡虾21元一件。6包装到底各款纸包饮品25元2排。60ml 的龙华经典奶茶13.5元。各款加顿威化饼一包10.5元。顿柠檬夹心饼9.5元。加顿麦芽酥饼9元。12包装的柠檬夹心饼、麦芽酥饼、芝麻麦芽酥饼25元。加顿5包装各式饼干4.5元一件。10包装加顿梳打饼
8.5 Dryer 800ml 的雪糕$65两件。350ml 的清热号$9一支。450ml 的鮮榨椰汁7.5一支。1公升的 Legal 各款果汁9.5。大阪王醬各款餃子小籠包蒸餃煎餃23.5一包。500ml 的特量冰點啤酒一抽4罐$20。330ml 珠江純山薄啤一抽6罐$6。哇，好抵喎，$1一罐。世尊莊藍莓啤酒10.5。330ml 的細支健力士黑啤12.5。330ml 的罐裝加士伯啤酒6.5。640ml 的 Blue Girl 啤酒21.5一支。这条片我们分享到这里吧，临走前请记得给个 like 和免费订阅我频道哦。多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条片见啦，拜拜。